我们是谁？是一只永不停转的陀螺。我也想要我自己的事业，可是有了家庭，有了孩子，等一下，很多事就只能是想象了。是一份无人问津的简历。你的年龄对我们来说太老了，刚刚30岁就算老了吗？是一道惧怕拥抱的背影。我接受不了，我女朋友陪酒陪笑给我换来的工作机会。你不可理喻。是北漂、沪漂、下属、男友、媳妇儿、亲人，但我们也先是自己。我们什么都可以丢，就是不能丢自己。愿你不舍昼夜，也忠于自己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是真心爱你。我也是真心爱你。继续往前走，继续做我自己。精英独播剧场，特伦苏《亲爱的自己》即将现映。